形而上的 Casorati， 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古典美，但是又有着神秘的现代感。在他早期的作品《四个女子》，我们看到鲜绿色的大树为整个画面带来强烈的视觉张力，也为我们带来了一股蓬勃的生机。而四位并排站立的女子，她们似乎在举行着某种宗教的仪式，也许她们是在庆祝婚期性的成熟，也或者是她们的孕期将至。画面中唯一裸体的女子，她的眼神似乎充满着不满，而其他三位则各自怀有着心事。画面下方显得数量过多的物件，则让我不禁思索起画家的意图。卡索尔蒂的绘画总是让观众必须花一点时间去思考，而不是只有欣赏形式和颜色的美感。对我来说，他的绘画是很有意思的。